女生真的超可爱，你没有看过她吗？好可爱，她真的长得好可爱哦。我在遇见二福，我在昨天的时候就开了，我现在已经227等，猛不猛？我先跟大家介绍职业，他职业呢，我这一支是拿剑的。他女生角色的职业有两个，一个是我这一支拿剑的，拿剑的这一支就是遇见，他的名字很可爱，就叫遇见。然后还有一个女生，另外一个叫魅影，她是一个舞者，她是拿扇子的。那个魅影也是超级漂亮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魅影长这样，是不是很香？我这两个在抉择，我大概抉择了30分钟吧，我不知道我要选什么，我卡在这个选角色这边上面，但是我最后选了拿剑的，因为我喜欢剑，没办法啊。这种比较妹子型的魅影，就是交给那些比较有气质的女生去选，所以我就没选了。然后，但是我跟你们讲，我认识其他男生，他也选女角。我跟你讲，男生选女角就有一个秘诀，就他要真功。他有一个刀客哦，叫默认，他就是拿刀的男生啊，他就是一个战士。然后还有呢，还有一个异心，异心也是远程的攻击，他跟那个女生拿扇子的都一样是远程的，他是神射手。如果大家如果喜欢射手位的话，可以选那一只。我给你看一下，长这个样子有没有？很帅吧？白发苍苍，所以呢，他有四个职业可以选。你们看看，我还没结婚，你们进不来我这个伺服器，我也不知道跟谁结。然后呢，他打怪的话，他有一个挂机的部分，所以其实你手机挂着，或者是你用模拟器挂着，其实都很 OK。你在忙做别的事情啊什么的，你都可以挂着，然后练你的等级。然后我现在已经 VIP 是，他 VIP 一是免费送的，就是你等级到了，他就会送你 VIP 一。他还有寻宝的部分，寻宝就是可以，你可以花一些元宝，他元宝有分绑定元宝或者是购买的那种元宝。这地方上面他有一个绑定的，也有一个元宝，然后还有一个金钱。你寻宝的部分，他可以抽这些东西，我是还蛮想抽的啦，我们等一下来抽。等很久，一直等，等到现在终于要跟你们一起抽了。不够的话呢，这边还有很多东西，例如说有摇钱树，你看，你只要花200的元宝就可以摇钱。像这个宝藏 也可以抽，宝藏可以获得这上面的东西，有一些图鉴啊等等之类的。它还有一个疯狂炸弹，超酷的，你知道吗？炸弹就是一个40元的元宝，然后你就可以获得上面的大奖。这个超屌的欸，欸，我如果抽到这个，你的战斗力直接被我碾压欸。打他有这个日常活动任务，也有野外 boss， 还有打那个装备的。我打到不少的装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装备几乎都是达到的啊。但还有合成，就是像你的装备，他边这边有合成，你可以合成三星、二星的，或者是神装的，直接用合的。就可以了，我们婚期已经定在等一下了哟。哎，来咯，比翼双飞。哇，我拿到那个衣服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中这个红全红套装，这也太红了吧。哇，我好漂亮哦，我的天哪。哎，有哎，它红色的好红哦，好屌哦，我们真的是很喜庆哎。哦，还有家园来建造一下，哇，加一堆战斗力 ，nice 啊！我们还有宝宝呀，不好意思，宝宝叫异心，是不是？哦哟，有女生啊，我比较喜欢女生的，女生好可爱呀、啊！欸，我们来抽，我要来抽那个炸弹，直接砸八个，九折，一定要中这个，这个个十百千万十万200000战斗力，唐三藏。唐三藏，我要中唐三，中了！我中了！他是我们宝宝乐园里面的成员，干，我好幸运哦！哎、欸，超级棒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蛮好中的哎、欸，哇，我们有跑车！好帅哦，有车哎、欸！这个古风的游戏竟然里面有跑车哎、欸！
哇，经验单，哇，哇，经验单，哇，哇！各位记得好不好？喜欢这款游戏《御剑江湖》的朋友，记得自己留言去下载，好不好？我的下载连结记得去下载，然后我的 ID 可以加我，然后还有一个帮派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咯。